方平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哎呀，有隻馬咧嚟咗一個慢閘啊，前面快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就中間位置啊有呢隻馬連必勝啊，咁啊響內欄咧就石器時代啊，山海小區冇出閘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咧有勇猛神區啊，外邊咧就多巴先生啊，中間藍衫大約跟住個第五位就植物科研啦，後邊嗰四隻淺藍衫耀滿平嚟噶，咁啊再後邊嗰三隻勇猛神區啦，咁啊仲勇戰神區啦，出邊係波二名啦，暫時殿後係嗰隻重麗嚟噶。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啦，多巴先生可以擺咗喺前面慢放喎，跟住喺第二位咁啊有呢只勇猛神驅啊，內欄第三係石器時代啊，植物科研藍衫咧就俾人頂咗出去出邊啦，咁啊再見到後邊嘅第五位馬連必勝啦，內欄尾四咁啊淺藍衫就耀滿平啦，後邊嗰三隻波二名勇戰神驅暫時殿後係嗰匹重麗嚟噶，好啦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多巴先生就擺咗喺前面放喎，跟住喺第二位咧就呢只植物科研。然後埋咗嚟啦，內欄第三，咁啊仲有呢只石器時代啦，勇猛神驅外邊第四啊，第五位嘅馬咧就耀滿平啦，出邊咧仲有波爾明啦，尾三係馬連必勝啊，重禮都啱啱將呢只勇戰神驅咧就慢慢趕過咗噶啦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多巴先生仲係自己一隻咧輕鬆咁帶頭啊，第二位咧就植物科研啦，第三內欄位置仲係石器時代啦，第四位外邊咧就波爾明走咗上去，中間勇猛神驅啊，再後邊嘅馬啦。淺藍衫內欄嗰匹係耀滿平啊，出邊白鼻箍係重禮啊，尾位置馬連必勝啊，勇戰神驅暫時喺呢個包尾嘅位置啊，過呢個八百米段處啦，多巴先生擺咗喺前面放喎，咁啊慢慢鬆住佢，走順佢先。第二位嘅馬咧有植物科研啊，內欄第三咧仲有呢只石器時代啦，中間勇猛神驅啊，喺入邊等位淺藍衫就耀滿平啊，攞出去嘅馬咁啊分別有呢只咧就重禮啦，咁啊同埋呢只咧就係馬連必勝啊，後啲先有勇戰神驅入正直路，多巴先生大步大步攬下，只嚟一個身位，植物科研第二位，咁啊見到姚滿平喺中間上緊嚟，大外檔再只馬連必勝啊，後多層先有重禮，最後二百米透出係植物科研啊，外邊馬連必勝，逢馬過馬上緊，中間仲有姚滿平，最後一百米外邊馬連必勝，中間位置姚滿平，入邊仲有植物科研，接近終點，捧走香港平嘅得主，喺外邊位置衝上嚟，馬連必勝啊，跑第二名係植物科研啊。至於第三名的馬咧，係嗰只姚滿平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外邊冚上嚟呢只馬連必勝，勢頭相當勁啊！好輕鬆，亦都將一眾嘅對手已經係趕過咗啦。咁啊，埋邊咁啊，深藍衫嗰只咧就植物科研啦，淺藍衫中檔仲係姚滿平。咁啊，至於跑第四名嘅馬係勇戰神驅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呢一個國際級賽香港平，日本代表馬連必勝。捧走今屆嘅香港平啊，跑第二名咧就係埋邊呢只五號嘅植物科研，第三名咧就係三號嘅耀滿平，跑第四本地代表勇戰神驅喎。留後掟個大彎，一條直路過曬，佢跑得翻佢個級數高㗎，頭先都提過佢曾經出過問題啊嘛，佢自己。以為佢會跟前少少跑啦，稍留住嚟跑，植物科研咧就全程望空啊。早段三碟添，耀滿平嗰位就跑啱曬啦，可惜咧，即係年紀大啲啊，爆落去就唔算話好強啊，跑翻個第三啦，做翻自己份內嘅事啦，勇戰神驅啊，第